你这么一走，我们是不是又好久见不到面了？不会，我中途肯定会回来看你的。你有时间也可以去桃源村找我玩，就当是农家乐。好。哎，没想到你兜兜转转的，最后又回到桃源村了。是啊，不过这次不一样。我从医院走出来的时候，内心很平静。因为陆朝夕吗？嗯。现在心里有了愿意依靠的人，想着只要度过眼前这个难关，生活就会越来越好。想到这儿，心里就特别满足。以前你的心里缺了一块，现在陆朝夕妈妈给你补上了。哎，小苏啊，哎，安兴医院给安排的医生是不是今天到啊？跟你联系了吗？我联系了，我晚点就去接行李，问问人家都喜欢吃什么，有没有忌口的，啊？不用问了，是你们的老熟人。老熟人？不会是小叶要来吧？啊，对，叶医生昨晚就跟我说了，他本来是想给你们个惊喜的，但我心里可藏不住事儿。他这次来得住好几天吧？何止好几天呢，先得把上次义诊的后续工作完成了，然后留下来继续帮忙。我不是快走了吗？哎，那他这次又得待三个月，他不是跟那小鹿在交往了吗？这有什么关系，陆院长要是想他了，随时可以过来看他。嗯，也是，这小经理啊早就商量好了。这俩人还挺有意思的，上次来吧还瞒着咱们。其实我呀早就看出来他眉来眼去的有问题。那您之前还想撮合我跟叶医生？我诚心的啊。下午还有几台手术啊？嗯，还有两台，不过都是小手术，应该能正常下班。哎，你俩今天没出去吃啊？懒得动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晚上有没有时间一块吃饭？什么好事儿？我生日。那肯定没问题。那我肯定也 OK 啊。叶医生呢？今天没来上班？没看到他，是不是请假了？嗯，那你一会儿给他发个微信问一下，叫他一起吧。我啊？嗯，别问了，叶医生去桃源村了。你们看他桌上东西都收拾干净了。他跟你说他去桃源村了？他没说，是有人告诉我的，要在那边待三个月呢。是不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心情不太好呀？很有可能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突然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不过这件事情啊也确实挺让人糟心的，可能换个环境调整一下也是个好办法。嗯，医生，我烤了蛋挞，要不要吃？你还会烤蛋挞？我最近在学烘焙，给你拿两个来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下去吃。好，好。哦，对了，医生，你没跟同事讲你来这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上午跟曾医生聊了会儿。你们还有联系啊？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们俩正在搞暧昧。我发现桃源村真是个桃花很旺的地方啊。你也看到网上说的那些了吧？啊，曾医生跟我说了，我随便看了几眼。嗨，那些人太无聊了，不用搭理他们。你没跟所长们说吧？不开心的事我当然不会跟他们说了。那我也跟你说个秘密，你不要告诉他们。什么秘密？我和陆朝夕已经分手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别问了，我来这儿其实是为了治疗情伤的。去，走吧，去吃你烤的蛋挞。来这儿？哎，不是我，哎。难怪曾医生说他很要强，这完全看不出来刚失恋啊。
跟曾兄说应该没关系的吧？张婶，叶医生。阿姨，您这个情况没什么大问题，平时要多注意休息，饮食清淡一些，不要过于劳累。您要有什么不舒服的，随时再过来。好的，谢谢叶医生。不客气，慢走。下班了吗？嗯，在路上了。好想你，到家发视频。叶时安，你可以啊，我不主动联系你就不联系我了。我不是怕打扰你工作吗？打扰到我。那你明天接不接我？我明天要上班，林特助说他会去接你的。好吧，那我明天直接去医院算了，晚上再回家。你先回家吧，你出差那么累，回去休息一下。你不想早点见到我？我想啊，但是等下了飞机，到时候再看情况吧。好吧，那明天再看喽。嗯，拜拜。陆叔叔，林特助，明天务必要跟他解释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直接回医院啊？不行。啊？陆总让我先把你送回家，谈完就去找你。我爸找我，他怎么没跟我说啊？院长，先上车吧。陆总一直很关心你当院长的情况，所以一开始就让我同步向他汇报。具体的一些事，陆总想亲自跟你说，你一会儿直接问他吧。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你要是想发火或者解雇我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你在听吗？听着呢，继续。
陆总那天故意安排你去出差，然后找叶医生单独聊了一次。叶医生听从陆总的建议，让高院长相信你们已经分手了，不再继续扩大舆论，避免把叶医生的家人也牵扯进来。怎么让他相信呢？叶医生主动提出申请去桃园村援助，而且第二天就去了，还把分手的消息传了回来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叶石兰现在在桃园村，医院里所有人都觉得我跟她分了手，而我作为当事人被你们封锁了消息，完全蒙在鼓里。是，你们可真了不起啊！院长已经到家了，你那一部分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喂，你到家了吗？林特助都跟你说了吧？说什么？就说我们假分手的事儿啊。是假的吗？是假的，当然是假的。我听说医院里的人都知道了，只有我自己傻乎乎的以为自己有女朋友呢。你有啊，我就是你女朋友。我现在可不太相信你，你说话一套一套的，说谎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也不想骗你，可是你爸说你不会同意他的方案。我是不会同意啊，感情是用来这么折腾的吗？可能是你爸，那我也不好反对。所以你就是欺负我，专挑软柿子捏。不是，我以为你会理解。我是能理解啊，但这也并不代表不能生气吧。哎，对不起嘛，我错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爸过来了，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。嗯，好。挂了。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我是在帮你一起解决问题。你是帮我还是耍我呢？你从一开始不信任我。我没有不信任你啊，我让林特助向我汇报工作，也没有干涉任何你做的决定，我只是个观察者。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出手呢？因为本来这也是我的工作，我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方案。第二套方案？在你向桃园村诊所捐赠 B 超机和药品的时候，我就让林特助在价格和付款上搞了点小动作。为什么？如果林特助一直无法获取高轩的完全信任，这就是他最好的筹码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下棋的人，没想到同时还是个棋子。
所以林特助已经用了他的筹码了吗？用了，不仅取得了高轩的信任，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，替叶世兰解了围。 算了，我这也算是被你卖了一个好价格。所以接下来干什么？你呀，被人举报到了集团。我来之前刚刚开了会，你正式的被停职了，由许立阳暂时接替你的工作。正好，我也不想去医院听到别人议论我分手的事儿。林特助找到了这次舆论的策划方。 以不追究为代价，拿到了两个银行付款账号，审计顺藤摸瓜，已经掌握了有利证据。另外，高轩介绍林特助加入他们的小团体，该清楚的，自然都清楚了。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等事情解决之后，我会在集团会议上恢复你的名誉。好，我会妥善处理的。 另外，在这个事情当中，你也不要责怪林特助，他只是奉命行事。倒是你该认真的反思一下自己，是你自己平时啊不够细心，不够警觉。你还有问题吗？ 该不会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吧？比如什么？比如，其实你并不希望我跟叶世兰在一起。哼，怎么会呢？那个假分手的主意啊，还是你妈出的。我妈？她是觉得我谈这个恋爱谈太顺了吗？她是觉得你那么喜欢叶世兰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之前是不是太过于主动了？喂，院长，我现在已经不是院长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院长。我怎么听着这么恶心呢？徐院长要换办公室吗？他想等正式任命下来再换。 那你忙完来我家的时候，把我桌上的马醉木带过来吧。好。马醉木？什么东西？我有好好换水啊，怎么还是掉那么多叶子？没有根本来就活不久了。照顾好的话可以活2个月呢。要我帮你买新的吗？不用了。 看完了吗？嗯。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方案？出差的空隙就一直在想，刚刚整理出来的。我想等高轩事情解决完之后再翻一波舆论。好，我来安排执行。你坐过来吧，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我希望速战速决。 发视频。你终于肯理我了。心情不好。我
知道，对不起。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本来下了飞机，开开心心的，想着马上就要跟女朋友见面了，结果被泼了个透心凉。下属一直在欺骗我，女朋友不辞而别跑了，回到家发现连工作都丢了。你说说，还有人比我更惨吗？工作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我被停职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爸早就计划好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还敢骗我爸的计划？哎，男朋友被人卖了，自己的女朋友还傻呵呵的帮着数钱。哎，我可真的太难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人懂我，没有人站在我身边，连女朋友也欺骗我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。你就没有想过我会生气吗？我想过。想过你还这么做？你想想，我爸要是借着这件事情将我们分开，怎么办呢？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了吧？意识到了。那你想想，如果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分开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重新把你追回来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你分开。那就试试吧。试什么？你就当做我们分手了，试试把我追回来。没这个必要吧？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任的，要不然不会吸取教训的。你果然是在说漂亮话，又想随便敷衍我了。没有。算了算了。成交。我一开始是和他讲道理来着。可是讲着讲着我就心虚了，我这一心虚就容易嘴笨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你可真行，本来就是个二元一次方程，硬是被你搞成微积分了。你就别笑话我了，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那你就先试试水，投其所好，馋他。早上好，我有在坚持晨跑哦。加油。就这是故意的吧？挂好笑容占领头条，把所有坏新闻统统打包丢掉，乘坐飞船去外太空，收集了全部星座放到你的背包，整理好衣角，准备迎接你早晨第一个拥抱。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想不想吃？淘气的桥段是甜蜜之药。看得我肚子都饿了。给小鹿发微信呢？不是。那就别弄手机了，赶紧吃啊。好。情不自禁偷笑。
辣锅狗要做到，喜欢晴天的肥皂泡泡，也喜欢看雨后彩虹飘过云梢。桃源村漂亮吧？好想此刻你就在我身边。风和日丽是唯一安好，有什么烦恼就眨眨眼睛释放求助的讯号。是挺漂亮的，做个小小星球，补一补偏执贴着你围绕。你跟叶助理还好吧？你是我前女友吗？挺好的。是风景漂亮还是我漂亮？大自然的美无人可比。没有您的活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陷落你世界无处可逃。 Beautiful, you're so beautiful, my baby, 只想成为你。你收到花了吗？收到了。那你的答案是？什么答案？重新做回我男朋友啊？不行。不行吗？叶诗兰，我现在在你心里就这么容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吗？不是啊。那你动动嘴皮子，说几句漂亮的话，然后再买一束花，我就答应你啊。我们不是有感情基础吗？而且你保证过的，一辈子都喜欢我。那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你这是心虚在骗取我的保证金呢。难道你不是真心的？我喜欢你跟答应做你男朋友是两码事啊，你自己也说过了，不要混为一谈。好难啊，那你给我指条明路吧。路是你自己走的，这么轻易就要放弃我了？没有。那我再努力努力。加油哦。副总，药酒拿上。谢副总。那我走了，有时间再回来看大家。嗯，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小苏啊，到家以后别忘了给我们报个平安。嗯，稍等。哎呀，那我走了。走走走，一路顺风，拜拜。又送走一个。所长，我想请假。啊，去看晴朗啊？嗯，也是，都十来天没见了。不过小鹿应该来看你才对啊，让你这么来回的折腾。这次是我做错事儿，惹他生气了，怪我。跟男朋友还这么讲道理啊？哎，讲道理好，谁错了谁低头，就得这样。刚刚交接完工作，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，正式成为一名无业游民了。不用怕，可以养你。你现在哄人的话张嘴就来啊，我都快免疫了。我不信，喜欢一个人谁会嫌情话多啊？要不你也说几句试试？才不要上你的大头当呢。对了，高院长的事儿解决了，那我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在别人面前假装和你分手了？随便你，反正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结清呢。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哎，
你看微博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已经很久不看微博了。你看看吧，你又上热搜了。我早就说过这事儿不能信，没有一个锤，全凭一张嘴，果然是被小人陷害了。看八卦也得带点脑子，而且别动不动就道德审判，你们是道德完人吗？别人去山村医疗援助，又美丽又善良，之前骂的那些人不是嫉妒人家有爱情，就是自卑不如人家男朋友优秀吧。本人带宝宝去看过这位医生的门诊，非常有耐心，以后就认准他了。造谣的那些内容明明是两个人恩爱的表现嘛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磕到了。无脑骂的人快出来道歉吧，别做缩头乌龟了。视频里救人的就是这位女医生吧，啥也不说了，随手转发正能量。林海文跟我说了，这次舆论反转是陆兆熙亲自策划的，不只是微博，之前谣言散布的各个论坛都进行了拨乱反正。哎，他不止找到了你救人的视频，居然还让纪子欣转发了相关的微博，传播效果简直太给力了。他遇到什么事都是优先考虑我，遇到他我一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大善事。你不是也挺为他着想的吗？哎，你们是不是都快半个月没见了？是啊，我打算这周末回去一趟。哎，我觉得行，见面的效果肯定比打电话强100倍，说不定陆兆熙很快就投降了。有这么好的男朋友啊，你是得主动一点。我已经很主动了。那就更主动一点，解放你的天性。那种事女生主动不太好吧？你看你又想歪了不是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这个陆兆熙现在又不是院长了，你又回到了桃源村，别忘了你自己的人设，你可是刁蛮野丫头。去你的，少编排我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觉得陆兆熙就吃这一套。杨婆婆，您回去打一盆热水，把这个药就倒在水里，用它泡脚泡20分钟，然后再洗干净，再涂上药，连续几天，脚脱一层皮，您就不痒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回家试试啊！哎，谢谢你，叶医生。不客气，谢谢。路上慢点，下楼梯小心。好好好。所长，我想请假。怎么了？我的情郎来了，我想去找他。去吧。谢谢所长。这趟幸福的列车也曾经大雨滂沱，那一刻风吹过，留下太多未知的颜色，一点点靠近，在过程中倾听，习惯了若即若离，眼神感应，一步步陷阱，思绪无比光芒的森林，我们边邂逅边追寻，爱的夜空里的星星，忽不两颗心在一起，就找到成长。庆幸遇见你，啦啦啦！庆幸遇见你，啦啦啦！庆幸遇见你，时间像个坎坷，他目睹了故事的转折。
跟做贼一样，我都听见了。来的倒是挺快的。我这不是想早一点见到你吗？还不是我来才来主动找我。我原本就打算周末回去看你的。没诚意。那我的诚意有一点重，你可要接住啦。这趟幸福的列车也曾经大雨滂沱，那一刻风吹。等一下，我们俩还没和好呢，别打算蒙混过关。我哪有，我不过是解放天性想要亲你而已。亲我也得经过我同意啊，不然就得告你性骚扰了。那你报警抓我吧。那我就报警了。我们边邂逅边追寻爱的夜空里的星星，后不两颗星在一起就找到成长的意义。庆幸遇见你，啦啦啦啦，庆幸遇见你。你刚才躲开是不是在故意报复我？因为你跟我表白的时候我也躲开。我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吗？你是啊，刚回医院的时候不还是总吓唬我？因为觉得你可乐。我是个笑话呀。不是笑话，是开心果。好吧，那我输了，还是你会说情话。你今天过来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？就是想搞突袭啊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又跑了？我哪会跑，我是真的要来做医疗援助的。那你今天不上班？我请假啦，今天全程专心陪你。好吧，那你也算是付出点实际行动了。我知道你前一阵子忙，解决了医院的事又要为我忙前忙后的，谢谢你了。谢什么谢啊，还不是因为我才有的麻烦。那你也辛苦了。叶诗兰，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这么严肃。你先别紧张，不是坏事。那你说吧。高轩之前找人调查过你家人。我之前听林特助说过。我在办公室找到一份文件，上面是关于你爸自杀的事儿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里面有一份检查报告的复印件，显示你爸在自杀的前几天去了趟医院检查，还确诊了很严重的病。我猜他也是不想连累当时已经返聘的家庭，才做出那样的选择，并不完全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。他连你妈都没有说，他可能只是不希望你们心里面会有愧疚吧。我还一直怨他。
是你的错，你都有一直听他的话。你想想，你有好好的工作，认真的生活，他要是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定会为你骄傲的，对吧？小香，你真的要放了吗？就让他们自由自在的游着吧。我已经没事了，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个消息，让我知道了我爸的苦衷，也懂得了他的苦心。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安排吧。如果我们没有在桃源村遇见，如果没有把你调回来当助理，也许这个秘密永远都不会被知道。可能是我爸在天已经把你带到我身边了呢。听着挺吓人啊。所以你不要欺负我，我爸爸都看着呢。那我相信叔叔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做错事了就要承担责任。走吧，你不是说回诊所就做饭吃吗？嗯，先哄好你的胃。车能放在车里吗？应该可以。干嘛啊？对你示爱呀。能不能含蓄点？别影响我开车了。我对你都没什么吸引力了，你都可以坐怀不乱了。别想记我。我可没那么好追。那你今天晚上打算睡树叶室啊？不是啊，我睡你房间，你去跟所长睡一下。他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，肯定会觉得你有问题。你带床头柜里的东西了吗？床头柜的东西？没有，我才不信呢！我真的没有，叶石兰，我听你这意思，是我在假装矜持，心里面就想着这种事儿啊？你不是吗？当然不是啊！哦，白高兴。可以啊，你现在还学会消遣我了。
起那么早开车过来，辛苦了，小睡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做好饭叫你。好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好啊。都这么多天没见了，我能不能再亲你一下？你很想亲我啊？嗯。就当我睡着了，你是偷亲我的，我不知道。多吃点啊！你那300块钱一块的鸡肉，小鹿给你结账了吗？结了，一分都不少呢。后来做助理，全贴回去了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不看账本，你当然不知道。那我是因为相信你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我不收。你必须收。你清醒一点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院长了，这是桃园村，是我的地盘。小鹿啊，要是时间允许的话，在这多住几天吧。所长，其实我有这个打算。你打算住多久啊？开心吗？我可没时间一直陪你玩。不用，从今天之后你就照常工作，我来给你当助理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。不过先说好，包吃包住，但没有工资。随便。对了，下午骑自行车带你出去逛逛吧。自行车？嗯。我不会。你居然不会骑自行车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小时候学过，只是没学会而已。好吧，那今天就让小叶老师教教你。好的，小叶老师，请问有什么诀窍吗？这能有什么诀窍？放松骑，我在后面给你扶着。你要是觉得快倒了，就用脚撑着。好。慢点啊。走直线啊。你还是别把着了，别弄伤你的手。不行我就放脚吧。也好，那你注意点。嗯。哎，你这么骑也太费脚了。你是在笑话我吗？我是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笨的时候。来吧，让小叶老师骑一圈给你展示一下。行啊，小叶老师，你来。看好了啊。嗯。清楚了吧？不用很用力地握住这个手把，只要掌握好身体平衡，车把不会随便歪的。你说起来倒是挺容易的。行吧，那我再试试。嗯，来吧。保持平衡。嗯。手握把手，
向前看，悠着点用你的大长腿，这次试着边骑边找平衡。好，走了。嗯。哎，忽然找到点感觉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继续，熟能生巧，骑得快会更稳一些。哎，怎么控制不了速度啊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骑车的？你这是？婆婆，实在抱歉啊，这个菜多少钱？我赔您吧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摔到哪儿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把婆婆菜压坏。王婆婆，这不是叶医生吗？叶医生，这谁呀？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在练骑车呢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菜压坏了，我赔您。是你男朋友啊？不用不用，就几颗菜而已。上回你还救了我娃的命呢。没有您说的那么重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怎么没有？我都听说了，这花生啊卡到喉咙里，弄不好是要送命的。你们去玩吧，一会儿啊这菜呀、啊、我摘回家自己吃就行。啊，实在抱歉啊，婆婆。去玩吧，不好意思啊，去玩吧，去玩吧。婆婆，那正不用赔点钱吗？感觉很不好意思啊。王婆不会收的，改天我买点水果给她送过去。不是还没消气吗？干嘛对我这么好？感觉当你男朋友还挺有面子，所以内心有那么点动摇吧。不错啊，有进展。你现在在这里如鱼得水啊。我都是跟副所长学的，如何和这里的人相处。对了，你知道副所长为什么会留在这儿吗？为什么？这是小苏告诉我的。副所长的爱人在几年前去世了，他一直走不出来。所长恰好去他工作的医院体检，两个人碰巧认识了，就建议他来这散散心。副所长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，所以就留在这儿了。积极的活着，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缅怀。是啊，下次回家，我想去给我爸扫墓，和他汇报一下我的生活。你要带我一起吗？当然，你可是我的重点介绍对象。叶石兰，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？满意啊。而且我发现我自从认识你改变了很多。哦，哪变了？比如我和同事们的关系更融洽了。我发现这同事不一定非要做好朋友，但是可以成为关系很好的同事。再比如，我觉得我现在更自信了，更活泼开朗，而且愿意和你毫无保留地分享我的生活。这次我来桃源村，我觉得我比以前安心了，很享受自己的工作，热爱自己的工作，而且很踏实，也没有那么急切地想要买房了。看来我对你来说还挺重要的。当然重要，所以我一定会紧紧地抓住你，不让你跑掉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发我照片里的花海挺美的，带我去看看。好啊，那我一会儿去诊所换好鞋，我就带你去。这鞋也洗完了，要不要把你脚也洗一下？好啊，你帮我洗啊。谁怕谁啊？来吧。我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害羞什么呀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洗，真的。嗯，我把你推进去。还以为走路就能到呢。走路是能到，可我怕再晚一点就要错过最好的风景。那要不我来骑，说不定能快点。你自己骑都骑不稳，还想把我们两个一起带到沟里去？其实我也可以开车去。不用了，我带你兜兜风。看不上我的车。
上车。抱紧我的腰，走啦。整理好一角，准备迎接你早晨第一个拥抱。空气被好音乐塞满，淘气的桥段是甜蜜之遥。 Oh, you're so beautiful, you're so beautiful, yeah. 陷落你世界无处可逃。 Beautiful, you're so beautiful, my baby. 期待下个猝不及防的心跳。 Salute你情不自禁偷笑，嘶嘟嘟嘶嘟嘟，拉过狗要做到。哇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村民告诉我的。漂亮吧？嗯，漂亮。我上次拍了自己的照片发给你，就是想着有一天你来桃源村了，我带你来这玩。那你说希望见到我，我不就来了吗？怎么样，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内心松动了一些吧？有，说实话，这个地方还挺适合表白的，你觉得呢？想让我和你表白呀？可是我嘴笨，说不了动听的话。要不你追我吧。我追你？对，你只要追到我，我就重新考虑考虑做你男朋友。你说真的？真的。哎，这就开始了？这耍赖呀？我等不及。怎么了？脚崴了。疼吗？疼啊。你这耍心机也太明显了吧。你假装看不出来嘛。哎呀，怎么还把脚给崴了呢？我来看看。抓住了。生气了吧？刚开始有一点点生气啊，不过早就不在意了。那你还故意跟我唱反调？我走不开，不能来找你啊，所以就希望多哄哄我。我上午都那么主动了，还躲着我。我也忍得很辛苦的。所以为什么要忍？等一下。你确定不想跟我分开了？我确定。你也认定我了？认定你了。好巧，我也认定你了。其实这个地方还挺适合求婚的。You are part of my life, you are my shining armor。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，你真是太坏了。叶世兰，我不想只当你男朋友，还想成为你的未婚夫，好不好？好。
二十数过去。对。西西跑去求婚了，成功了吗？当然了，你看。啊，哎，你说他们俩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哎呀，只要两个人看对了眼，就不在乎时间长短。当初我向你求婚的时候，可就是被你用这个理由拒绝的。那我后悔了呀，所以后来我向你求婚了吗？其实啊，两个人谁先开口都无所谓了。重要的是双方确认遇见了对的人，所以我出的那个主意啊，说不定帮助了他们。我想喝点清酒。行啊，那我做几个下酒菜。好啊，太好了，妈真是太开心了。等你带小鹿回来，妈给她包红包。好，等我们回去，你给她包个大红包。在桃源村还要待多久啊？三个月吧，陆兆熙说会陪我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回去工作。小鹿真是太有心了，你去陪他吧，我先晾衣服去啊。嗯，等等妈。啊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嗯，我爱你。妈也爱你。嗯，拜拜。再给我妈打电话。第一次那么积极啊！以后我都会更积极的。一会儿我打算发个朋友圈，让同事们都知道。我这不当院长了，待遇反而上去了。明天早上我们去晨跑吧。好啊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，别让小白跑进来。知道了。那我去睡觉了，也早点休息。这就走啊？时间也不早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也可以不走。你不是没带那个吗？隔壁药房就有。算了算了，我已经拿了。你偷的？当然不是，我跟副组长买的。这也太明显了。我不能让副组长觉得我有问题啊，更不能让你白高兴了，对吧？你还真是不能说。Stars light up the sky, whisper by my side, all of the world says good night. When we find you.咖啡吗？好啊，抽屉里有速溶的。手冲的可以吗？你怎么还带了这些？因为知道住上一段时间，所以当然得有备而来啊。嗯，那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你快去洗漱吧。
好，那我先去洗漱了。我爸曾对我说，如果你希望别人拉你一把，你要先把手伸过去。如果你希望别人救你，你先要自救。我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过。生活也许不尽如人意，但唯有认真对待，才会有希望。我很幸运，遇到了一个人，他闯进我的世界，用他的光照亮了我内心的角落，让我愿意卸下伪装和防备，让我充满力量，不怨过去，不畏将来，珍惜当下的每一天。